进去吃饭嘛。两个，一个好不好？有机会说，两个 OK。这个奶油对不对？谢谢。电视了嘞！啊？等一下，你跟我跟老板做什么？那他干嘛做这个东西？这是我那个的。啊，这里有电视。我不是要做监视器的，我是要做逃跑。你要的是畜生，真的是畜生的。特别会噎的，哎呦，弄我不吃了，被噎掉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巴适的，哎呦，受不了。一零三八四，你十九岁啊？